就吃不下了，怎么了？那还要我？那你再喂我一口吧，那你再喂我一口。坚持得住吗？今天很有感觉，是不是？今天是不是很有感觉？那个拒收小助理发给米哈哈拒收了吗？怎么要拒收呢？哈哈，你看一下公屏啊，他给你发不了信息啊。今天又下雨了，真的很冷。前两天又热，现在又冷。
可不可以抱紧我，从背后，好不好？从背后抱紧我。嗯，拜托。屏上发的，你看微信，我给你发，你看微信吧，你看微信，他也发不了给你，你看一下微信。
私聊一下彤彤的米哈哈，知道吗？私聊一下彤彤的米哈哈。这里公屏上带红色管子的彤彤的米哈哈，点击一下他的名字，私聊他，处理就好了。那个，爱与不爱，知道吧？点一下他的名字，点私信，就可以私聊他了。知道了吗，小笨蛋？
睡着了，他现在他应该是睡着了吧。你看我鸟你吗？是个大傻逼吗鸟？肯定就是个大傻逼。臭东西，没用的东西。同学像是一张一个乌鸦
谢谢的，出来的时候记得联系一下，痛痛的，你好，谢谢宝贝的出来的时候。
说我不如他，还要待在我这里。嗯？干嘛？我们家宝宝是不是最喜欢我了？嗯，快点给我送花花，让他们这些黑子给我滚蛋！像这种没有用的男人，不知道在直播间找什么存在感，真讨厌。不想理他。我联系杰哥的一个会员一号，谢谢杰哥，那你来我这里干什么啊？他又不是没在播，臭不要脸的。谢谢杰哥，我给你上个，又没有不让你喜欢，你可以喜欢，我不阻止你啊。想喜欢就喜欢啊，又没有难为你，是不是？谢谢哥哥的护眼呀，记得注意一下后台消息啊。怎么还没有刷新啊？哦，我刷新了。给你上个粉砖，杰哥。杰哥，么么哒。杰哥，彤彤好累啊，让彤彤抬抬腿好不好？真的好累呢，可以帮同胞抬抬腿吗？拜托了，帮彤彤抬抬腿。同胞腿好累，拜托了。谢谢这个的道德。
哥为什么不理人家呢？是因为说不出话吗？为什么不理人家？人家好寂寞，就不可以啊？帮帮我吗，杰哥？只能说明我们童哥的，影响力很大，有他牌子的人很多。知道吗？怎么就不是哄睡呢？舒服了不就？睡着了？难道？不是这样理解的吗？嗯，难道不是这样理解的吗？我的腰好痛。杰哥这边跟哈哈联系上了吗？杰哥，跟哈哈这边联系上了吗？人家明明是技术流主播，怎么会越看越精神呢？视觉体验，不要刷屏。我看到了，对，不要刷屏。